谢谢今天老天爷给我们这么好一个好天气哈，特别感谢黄议员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李子啊，再来介绍一位呢，虽然长期在中央，但是地方的活动不曾缺席，掌声邀请我们的费鸿泰女士。现在是谢谢我们有人在那个讲话，主持人哈，政治要李子啊，还有我们文化推广处的李处长，现场很多人，各位议员，各位今天来这边共同啊讲课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真的要。